什么？找不到侍卫，那你们还回来干什么？老爷，我们找了个把钟头，确实各处都找遍了。一群饭桶，下去！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好呀？我怎么知道？鬼长在他身上，他安心药早要躲起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这为什么呢？他留下这么一封短短的信，我翻来覆去，不知看了多少遍，却还是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说我不想再当少爷了，不想我的人生处处都叫人给安排好，大智慧，小智生活细节。 我觉得，我活像被一条无形的绳子给牵着鼻子走，这样的日子实在让人透不过气。于是我决定挣脱束缚，去云游四海，过自己的生活，做点有意义的事儿。 这一直云游四海，可这怎么打哪儿找他去？你想叫人伺候惯了，他又要怎样去过自己的生活？这个糊涂蛋蛋，咱们做父母的为他费尽了心，倒还像挺委屈他似的。很好啊，眼下他自由了。 就要他去游吧，叫他知道外面好还是家里头舒服。你等着吧，过几天他就会乖乖跑回来的。不一会儿就要天黑了，怎么还没看见人家？我怎么知道？走就是了。刚才叫你，你不走，偏要再听你坐那么久。我是不想再碰上那个姓何的人呢，咱们跟他走的是同一条路。 万一不小心碰见了，他又说咱们跟着他。我倒希望再碰见他。你，哎，急什么？小妹妹，别怕啊，有大哥哥我保护你。哎，别跑啊！看你们姐妹俩是迷路了吧？ 放着县城的人不问，怎么瞎撞乱闯的，可不大妙。哎，我这行了，怒了，我入手的很呐、啊。手的很啊。这么说，你是住在附近的喽？这可奇怪了，我瞧你怎么挺面生的。<笑>可不是嘛，咱们哥们儿在这晃悠了这么些年，哎。 打我脚底下算计，方圆十里内还没有一个像你这样长得标致的姑娘呢。什么十里呀？就是一百里也找不出这么一个呀！哎，大哥啊，咱们今儿个可不是走运了。可不是，这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呀，好凶啊！哎呀，不要这么不给面子嘛。 大家聊聊天，哎，认识认识嘛。<笑>我爹就在附近，只要我大叫一声，他就出来的。他又高又大，有劲的很呢、啊，一拳就可以把你们揍扁的。好啊，那你快喊他出来，我好见见我的岳丈给他请安呐、啊。<笑><笑>你们先跟我请安好了。喂，我是他们两个人的哥哥，我来接他们回家。 妹妹，快跟我走啊！走吧走吧，站着！喂，你当我们哥俩是傻子？瞧不出你是个冒牌货，识相给我赶快滚开，别坏咱们的好事！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我是他们两个人的哥哥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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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你！
你现在知道我们是兄妹俩了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下次再为难我们的话，我就放了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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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帮忙，花了三天两夜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快走快走，有人来了！别人瞧见大哥，你醒醒啊！前面的怎么回事？大叔，救命啊！快来救命啊！大叔，他醒了，他醒了。你总算醒了呀！我正怕你死了呢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！来，什么地方？一位大叔的家里。大叔。你头被打破了以后。打破头？对呀，那个坏人偷偷绕到你后面，拿块石头打你的头呢，结果你就昏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幸好小草以为你死了，这才哇哇大叫把大叔给引来，那两个坏蛋就吓跑了，是大叔一路把你扛回来的。你好像很开心吗？我想是因为我头被打破的缘故吧。啊，不，我开心啊是因为我真正相信你是个好人了。那是因为我头被打破才证明的嘛。才不是，是因为你回过头来找我们，这就表示你不放心，那么你就是真正为我们好的。我说你误会我了，我回头来找的呢是小草，我放心不下的呢是小草，我真正为的呢也是小草，并不包括你啊。那是因为你们两年在一起，那么我没法子，只好连你一起救了。你救了我们？那么一上来就被打得半死的不知道是谁啊？那个被打破头倒在地上动也不动的也不知道是谁啊？好，是我是我。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现在能好端端坐在这儿吗？好，有什么好啊？听一个人吹法螺吹得嘟嘟响，你说有什么好吗？怎么样啊？哼！哎，你饿不饿呀？他们煮了一大锅粥，我去给你盛一碗。哎，小草。不要不要，我现在头痛欲裂的，我觉得我这个眼珠子好像随时要从眼眶里面跳出来。不要紧啦，如果真掉出来，小草肯定会把它收进百宝盒包里的。不用你讲啊，你们谁才真正知恩图报人呢？我分得清楚。什么土包啊，你才是土包。哼，土包。大哥哥，你休息吧，刚刚不是说头疼得厉害吗？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呢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打算一路保护你，让你平平安安的送到你海爷爷手里。真的吗？你是说真的吗？你要护送我们去扬州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海爷送给你很多宝贝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有一样宝贝要送给你，它是看不见的，不过却是我最诚恳的保证了。我的心。我会好好把它收到我的荷包里的。收好了。哎，那我的心也给你吧。哦。喏。我得赶快把它收好了。哎，哎，没事。大心呐！你看，大心呐！哎，大心呐！哎呦，哎，大心！哎呦。小草，你听着，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，为了你，我甚至愿意勉强的忍受。你这个姐姐，哎，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他刚刚说保护，哎，哼，我看是头上受了伤，需要人照顾吧。不敢劳动你啊。哎，我照顾，我照顾，只要咱们三个能一起走，叫我干什么都愿意，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人家口口声声为你，可不干我的事啊！你别问我，
只不过啊，等等他头上的伤。我不碍事的，我是希望赶快把小草送到，那就了了我一桩心事，同时可以早点脱离苦海。所以我说明儿一早啊，我们就赶紧上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对不起啊。